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宗教的工具，并且一般的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马克思说的这三项伟大的发明来自中国，来自中国的宋朝，而其大规模的实际应用是在南宋。这是18岁的苏颂，48年后，他成为北宋著名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以及一朝宰相。而此时，他需要通过省试这一关。苏颂今天遇到一道科技试题，题目是导为天之喉舌腹，这是考察考生天文学知识的题目。苏颂丰富的天文学知识赢得了考官的青睐，但在复试时因为一处四声读错了而没有被录取。第二次考试，他又遇到了这样一题科技试题，历者天地之大纪赋，苏颂写的纵横驰骋，文采飞扬。到他参加进士考试，还是遇到了科技的试题。初涉这段历史者，往往有这样的迷惑：文化的宋朝时期何以突如其来，平地里产生了这改变世界的三大发明？我们经常被告知，中国的落后是失于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都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事实上，宋代和宋代的科举虽然吟诗作赋俨然主流，但对于墨学的理科还是有相当的重视的。科举引导知识分子的方向，宋代对于科学教育的重视自然带来科学技术的辉煌。宋代的科学技术比唐代厉害，这个李先生呢也有证明。在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前我国的传统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应该说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传统社会里面最重要的一百来项发现里面，中国人占了50%以上。影响到现代文明的几项发明，恰恰是在宋代达成的。就是这个苏颂，在中国科技史上后来一人独得7项世界第一。其最重要的发明是他在元佑三年，即公元1088年，任吏部尚书时领导研制了水运仪象台。它是一座高12米、长宽各7米、像3层楼房一样的巨型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的上层是观测天体的虹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使浑仪浑象随天体运动而报时的机械设置。它兼有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随天象推移，而有牧人自动敲钟、击鼓、摇铃、准确报时的3种功能。
水运仪象台的伟大意义，首先它是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转移中的元祖，英国学者李约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他先行西方6至7个世纪。其次，他的天衡系统又是现代钟表的先驱。李约瑟在研究了水运仪象台之后，修改了他过去的著作。他说，我们借此机会声明，我们以前关于钟表装置完全是14世纪早期欧洲发明的说明是错误的，在中国许多世纪之前就已有了装有另一种擒纵器的水力传动机械时钟。古时候那些人员呢，就站在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平台上完成水循环系统，就是把我们底下那个内湖的水通过这个水车提到上面这个天河，让水源源不断的通过那个天河流入天池。我现在面对的这个仪器的话是叫苏轮，那苏轮有36个水斗，通过观舌让水流入这个水斗里面，每50秒的话我们这个水斗就自动下滑一格。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水运仪象台的2楼，眼前的这个球体叫做浑象，站在这个球体的中间，那往外太空看的话可以看到很多的天体，把当时观测到的天体描绘在这个球体上面，便于我们观察。那这个在转动的话是一天，这个球体就转动一周，那它的动力通过水力传动。我现在所动的这个叫做四游窥管，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天文望远镜由转移中来控制，原理是一个样的，随着时间点的变化跟着天体在运行。就像我们上次做的试验下来，把四游窥管早上6点多的话从那边太阳升起我们就定住，然后到下午4点过来一看，哎，它还是牢牢地对着太阳，太阳走到什么地方它跟踪到什么地方。很多专家都把这一座水运仪象台称为中国的第五大世界发明。水运仪象台原件在靖康之乱后被金兵夺走后被毁，宋高宗南渡后想复制，苏颂的儿子苏协献上苏颂遗书，可是无人能通，始终无法仿制。直到1958年才由历史学家王振铎成功复原。两宋围棋之风极盛，北宋科学家沈括在他那部《百科全书》式的《梦溪笔谈》中，就试图用数学的方法演算过围棋可能的局数。遗憾的是，对科学有着强烈求知的沈括，同样也热衷于政治，这使他的一生一如面前的棋局般波谲云诡。与王安石、苏东坡为同僚的沈括，大有出于科学的寂寞，对于文学的名利的迁怒，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甚至攻击苏东坡的阵营里，这在文人把持的舆论圈里受到了当然的不公的待遇。他死后无碑无传，连个墓志铭也没有，但一本《梦溪笔谈》足以千古流芳。这个沈括呢，这个人啊，确实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官至钧山司使，
相当于三品官，他呢又是一个军事家，他曾经在西北方面呢，就是这个抗击西夏的侵略，他也参与了。他还是个外交家，他出使辽朝，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回来以后呢，写了本书。主要的地位呢，现在目前来说呢，大家都把他放在一个科学家，他的蒙奇笔呢还是他的其中的代表。实际上，他天文、地理、数学，啊，理发、化学、物理都精通，确实了不起。今天我们比方讲，我们讲石油，就是他取名取出来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精心设计了一个声学共振实验。他捡了一个纸人，把它固定在一根弦上，弹动和该弦频率成简单整数比的弦时，它就震动，使纸人跳跃；而弹其他弦时，纸人则不动。证实了差八度音时，两根弦的谐振现象。五六百年后，意大利人才开始做共振实验。中国阴阳历并用的历法存在阴阳历之间的调和问题，历日与节气脱节的现象时有发生。沈括提出了十二气历，从根本上解决了历法适应农业生产需要的问题。而中国四大发明的两项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正是由于沈括《梦溪笔谈》的技术才得以被世界承认。就是这样一部重在科学技术的笔记著作，在宋代却是一本畅销书。有史为证，南宋时期的扬州州学因为教学的经费紧张，决定出版销售《梦溪笔谈》以弥补经费之不足。所以北宋的科学精神和科技成就没有因为南迁而断流。言语华夷之变的北宋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纷纷追随南宋王朝举家南迁。南宋时期农业商业的发展、抗击侵略的军事需求和政治的支持，都对南宋的发明创造提供了不绝的动力。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Many, many inventions in China at this time, which move west across Inner Asia into Europe. Things like printing, the compass was developed. And that's how the Song were able to have ships, you know, the trading ships. Da dürfen wir den Buchdruck nie vergessen. Das war also wirklich grandios, was da passiert ist. Das heißt, sie waren schon einige Zeit vorhanden. Was der Song-Dynastie tatsächlich angerechnet wird, ist, dass sie in völlig neuer Art und Weise zum Effekt gebracht wurden, was dann natürlich einfach zeigt, dass es eben, was wir heute ja auch sehr gut wissen, man kann etwas erfinden, aber man muss es auch, wenn Sie so wollen, marktfähig machen. 因为三大发明的光芒四射，人们常常忽略了宋代的其他创造发明。这些发明涉及天文学、数学、医药、生物学、建筑技术等领域，广泛应用于文化、军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这些发明不仅是当然的世界第一，有许多发明领世界五六百年之先。汉朝的大将韩信计算士兵数目的方法十分特别，他不需士兵列队报数，而是命令依次行进，先是一排三人，再是一排五人，然后是一排七人。他只将三次所余的士兵记下来，
就知道了士兵的总数。韩信点兵问题虽然在古老的《孙子算经》中已经有了答案，但他的系统解法是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数数九章大眼求一数》中给出的。这本《孙子算经》呢，应该更早的15世纪的时候，一个数学家写的。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题目呢是叫“物不知数”，然后内容是这样的：他说，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呢胜二，就三个三个数呢胜二，五五数之呢胜三，七七数之胜二，问物几何？这么一堆数，我们如果把它看成一个韩信里面的士兵一样的排队，三个一排的话是7队，余数是2个，对吧？同样那个数字如果变成5个一队的话，需要4对，余数呢是3个。这几个例子如果7个一排的话，那么多出来的余数又变成2了。给出了这3个排队的那个余数的话，那么可以计算总体的数字是多少啊。这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个答案呢是23。后来呢人家传说说是那个汉朝的时候韩信点兵的时候已经用到这样的排队方法啊，就是这样的，可以很快就可以计算出能数来，大眼求一数呢，就实际上带到中国圣经定理的关键的一步，对吧？这个中间呢是一些数学推导。那么大眼求一数呢，所以说基本上等价于中国圣经定理。这是《数数九章》里一幅著名的插图，用来计算图中的宝塔塔尖的高度。秦九韶告诉我们，通过观察角度的调整和正切函数的运用，便可以求得。这座宝塔与浙江湖州的飞鹰塔造型相似。此塔始建于唐和北宋，重建于13世纪30年代，刚好在秦九韶寓居湖州之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塔的重建和秦九韶之间的某种联系。有趣的是，秦九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纷纷扰扰奔走于官场，以求得仕途进意，但终不如意，却以他因丧母在家服孝的3年时间，于1244年写就了一部《数数九章》而名垂青史。秦九韶因为父亲去世不孝3年，在家期间看见两岸的群众过河很不方便，就设计修建了这座桥。秦九韶字道古，于是后人命名为道古桥。道古桥一直保存到21世纪初，因为城市改造夷为平地。这是2005年在原址附近重建的。这就是道古桥。我上次去秦九韶的故乡四川安岳的时候啊，他那个有个秦九韶纪念馆，这个纪念馆里每到中考高考的时候啊，里面那个纪念馆里都是学子和他们的家长，就希望呢就借秦九韶这个光啊，能他们小孩子能够考出个好成绩，所以把他当神那样的看待。除了数学以外，他还是气象学家。他的最主要的贡献呢，是在全世界第一个定义的降雪量和降雨量，就是每平方厘米或者每平方米它有多少水这个高度，这个呢就被定义为降水量。那么降雪量也是同样的方式定义的，这个定义呢是非常科学，现在呢全世界都用这个定义。南宋沿袭北宋，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和有分量的数学著作。宋代抽象的数学成就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数学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希腊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空白地带鹤立鸡群。纯粹科学如此，应用科学同样令人惊叹。
宋代时期，土地的开垦利用也形成一整套有效办法。这一处水网交错，是浙江省湖州市的塘浦围田，它是在纵横塘间，利用开挖土方、筑堤建围，构成一种棋盘式结构的水网农田系统。枯水时期可以引水，洪涝季节可以排水，这也是明清以后桑基鱼塘的最终形成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的最初基础。这是一处可比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世界遗产。这样的围田在北宋的浙西路就有1400多处，仅仅淀山湖就围田几十万亩，真所谓苏湖熟，天下足矣。农本的发展催生了农业技术的众多发明。南宋已经实现了一年一熟到一年两熟制的这个转变，称之为耕作制度革命。水利建设达到了我国古代所能够达到的一个最好的水平。农业生产技术实际上是我国传统社会农业生产技术完整化、配套化、系列化、成熟化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一直到20世纪中叶，就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用的农业技术仍然是南宋的时候成熟的农业技术。在世界建桥史上，中国有4座桥屹立天水之间，建于隋代的河北赵州桥，建于金朝的北京卢沟桥，还有2座便是宋代的福建泉州洛阳桥和广东潮州广济桥。广济桥是我国古代桥梁中最早的与浮桥相结合的开启式桥梁，中间一段用铁链把18到24只木船绞接在一起，定时开启，以利航行。那个时候，大型海船还可以由此直达上游，木排则可顺流而下，穿桥入海。这种开启式结构在中外建桥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广济桥的另一特点是一里长桥一里式，每个桥墩上都建有楼台亭阁，桥面上木屋比邻，楼台鳞次，商贩云集。而利用海洋生物独有的生态特征，生物固基技术建造大桥，这是早在北宋年间的事情。福建泉州的洛阳江入海口的这座跨海石梁大桥，宽5米，长1000米，大桥已有950年历史。此桥的桥基巩固技术便是在桥墩下养殖牡蛎，通过牡蛎的繁殖和分泌物将一块块石头牢牢地粘合在一起。在经历了近1000年海潮的冲击后，依然安然无恙。面对苍茫而汹涌的水天，南宋先民为我们跨出了艰险而安然的第一步。像这种山嘛，除了现在呢，除了我家在做的话，就是几乎到中国也没人做的。因为呢，我家到了我爸这一代已经呢第4代了。
南宋其实就已经发明了最长36丈约110米装有24个转轮和6具拍杆可载士卒1000余人的车船载重达60吨的装甲船。低重心流体减震装置以保护船只免得进水而沉没的水密舱壁技术。假如这个呢泰坦尼克号有这种技术的话船也不会沉的。不用铁钉桐油空板穿藤利用海中溪草遇水则涨的原理制造的商船藤舟。翻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的中国帆船。给家也是女杀手。海里面航行半年一年不需要补给上面有淡水还可以上面还可以种菜还可以养猪啊，这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的船已经发明了这个水密舱技术什么叫水密舱呢那就是一条大船的里面一个一个一个跟隔开就撞坏了一个洞以后最多把这一个舱淹没其他10来个舱还是玩好的它照样可以在大大的提高了在远洋大海里面的这种存活程度啊，所以这个船可以越造越大。林林总总的发明创造被记录科技文件启迪后来因此南宋时期的学术著作尤为丰富和珍贵。最著名的农学著作《陈夫农书》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糖技术的专著《糖霜谱》陆游的《天蓬牡丹记》世界上最早的菌类专著《菌谱》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学词典全方备组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梅花的专著梅谱被称为幼科之鼻祖的小儿药证直觉中医史上最系统全面的妇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反映了当时中国针灸医学最高水平的针灸资生经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洗冤录集等等。Es gab in der Song-Zeit eine neben der Medizin diese Enzyklopädien, die verfasst wurden, auch zu Ackerbau, zu Bergbau, zu Kompass, also Navigation. Dieses ganze Wissen wurde niedergeschrieben. Also es ist ein unglaublicher Schatz, worauf dann man später auch wieder zurückgreifen konnte.早在1550年，意大利科学家杰卡丹指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而且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自汉朝发明造纸术后，书写材料比起甲骨、简牍、金石和笺帛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抄写书籍是非常费力的。大约在隋朝，人们从印章中得到启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但也存在着刻板费工费料、大批书版存放不便、错字不容易更正等问题。北宋平民发明家毕升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经验反复试验
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至1048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毕生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繁体单字，字画凸起的高度像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现代的凸版铅印，在设备和技术条件上是毕生的活字印刷术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完全相同。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年间（公元1100至1103年）的活字本，这是毕生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不过，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活字印刷术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南宋文人周必大老年时从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学来了毕生的方法，印了多部自己的著作《玉堂杂记》，分送友人，此后才使活字印刷真正的普及开来，带来了宋代印刷业的登峰造极。武林的刻书到了南宋以后进一步兴旺发达，我们可以想见在两宋之时，多少个船载着古书，载着纸张，载着墨色，经钱塘江向北折向运河，舟楫千里，逆风而上，直至我国的北方。这个文化的渠道直至元明清三朝始终发生着它重要的历史价值。In Song Dynasty, I mentioned printing became very widespread. So we have many, many books surviving from the Song. And there are many books that explain how to improve agriculture, how to silk production, how to produce silk. So we have books from the Song Dynasty describing this. And again, you could spread technology through the written word. And then there are many other books, almanacs and medicine, all kinds of things. So not just Confucian learning, but across the board. So think of the huge difference that makes in a society. We have a lot of books that have been out there. We have a lot of books that have been out there. We have a lot of books that have been out there.现在也是等于相当于高级技术里面的，所以它保证下来了。现在我们想的一带一路啊，就是一个陶瓷之路啊，丝绸之路啊，茶叶之路啊，再往加了一条书籍之路。할아버지나증조할아버지나일기시또무슨임금에서는상소문또친구끼리편지또는이제그비석에서는비비문또남한테뭐축하하는무슨글이모든그어른이평생에했는글을다모아가지고자손들이여기와같이인쇄해서계승하기위한인쇄기때문에소중하다예宋代好多这个字都是这个打印的字，烧纸业是宋代是相当发达的。像我们也在讲有字社，对吧？有字社，它就是从宋代是从清明上路就很多了，它就是解决了一个版税的一个问题。南宋代时候出现了好多制的衣服、制的这个被子、制的章啊、文章，这个用纸作为一个纸币，这个纸币像我们不是很简单的就是这个纸，这个纸像至少要100种纸啊，要100位啊。1126年，
宰相李纲在守城时用霹雳炮击退金兵，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炮。1130年，金军攻打陕州，宋军使用火药炮给金军以重大杀伤而取胜，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雷。公元1189年，猎人捕杀狐狸，将火药罐从树上扔下去，一声巨响，群狐仓皇逃窜，落入网中，这是最原始的手榴弹。1161年12月，南宋军队使用霹雳炮重挫金军，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战场上使用火箭武器。这是南宋李全发明的火枪，又名梨花枪。1123年，南宋人陈规发明了用巨竹为枪筒的管形武器。1259年，出现了竹筒内发射磁片碎石石子的突火枪，开创了世界上管形武器使用弹丸的先河，具备了现代火药枪炮的基本结构。在此基础上，元代人发明了金属制的铜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火炮。大约在1224年至1248年间，火药由印度阿拉伯传入伊斯兰教国家，火药武器也是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1218年，成吉思汗西征，1258年围攻巴格达，使用了南宋人的铁火炮，时称震天雷。火药和火药武器的传入欧洲，致使骑士的刀剑抵挡不住资产阶级拥护者的火炮，铁火炮炸毁了封建主的高墙和城堡，借以宣告封建主统治的完结和资产阶级胜利的到来。北宋地理学家朱玉在他的《平洲可谈》中记述了当时中国海船在海上航行的情形：舟失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应会观指南针。此时的海上航行还只是在阴雨天的日子里才使用指南针。南宋提举福建路市舶司赵汝士在记述沿海通商之情的《诸舶志》中写道：舟舶往来，唯以指南针为则，说明了已经完全依赖指南针航行。明确指出航海用罗盘的是无字幕的孟良禄：风雨明晦时，唯凭针盘而行。针盘就是罗盘。在茫茫大海上，因为我们有解决了海上的球相技术，就是我们已经在世界上最早的学会使用了海上罗盘，就是指南针，同时还有海图啊，还有针路，表面送着西风啊，吹一昼夜可以走多少路，然后在偏南风啊，再吹两天可以到哪里，它已经有详细的海上那个针路，就是等于航海图。经过几百年罗盘导向的航海实践，人们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知识，在可行的航线上将各航点的指南针方位连接起来，就成为指导他人航行的针路。记载这些针路的航行手册成为航海者必备的罗经针布。有了罗经针布和罗盘，就可以自由地航行在茫茫大海之中。12世纪末，指南针由中国传入阿拉伯，13世纪初由阿拉伯人
传往欧洲。现代实验科学的鼻祖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说，我们应该观察各种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物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说这番话的时候是1620年，人类的历史已经产生了像罗马、奥斯曼这样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产生了像凯撒、成吉思汗这样震惊世界的人物，产生了像基督教、佛教这样席卷世界的宗教。但是培根说，这一切都不能和三大发明相比。